日本的饮食文化相当丰富，日本的料理人对于食材和料理方式的讲究广为人知，也是因为这，我们才能品尝到那么多健康又美味的美食。爱好面食的日本人对荞麦面情有独钟，那么用石臼打出的荞麦粉所制成的荞麦面又是怎样的一番风味呢？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呢，是位于南门大厦16楼美食城的玄。玄呢，在这里既可以品尝到烤鸡肉串，又有荞麦面，还有许多的日本料理等待您的品尝。那么我们看这边，是玄它的一个模拟的菜单，光看模型就已经足够让人食指大动。让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它有什么好吃的吧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玄这家日本料理店，我们可以看到桌上放满了好多好多看起来非常好吃的东西。那么这家店最出名的呢，就是他们用石臼打磨的荞麦做成的荞麦面。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最著名的荞麦面吧。那么我现在就要来尝一尝啦。这个荞麦面啊，它的荞麦的这个香味啊非常的浓郁，而且因为这个面本身是凉的哈，然后蘸着这个酱油吃呢非常的爽口。这个天妇罗的大虾啊，它外面这层天妇罗衣炸得非常的酥，非常的脆，然后这个蘸料呢，它里面加入了柚子，所以呢让你吃起来不会觉得很油腻，非常的爽口。我们不只有荞麦面。